审视大概一分钟。前景悠悠，恭喜撞水的肌肉教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肌肉教练悠悠，我是他的学生恭喜。恭喜。在。你最近有什么烦恼呢？我的作业最近太多了。作业这个事情嘛，教练也小时候特别有过这个经验。真的吗？但是呢，你知道作业很多的时候应该练哪个肌肉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， 1, 2, 3。今天的锻炼